燈掂咗少少，其實唔係好睇到大家。不過咧，當我咁樣去遮住，即係望得大家清楚啲咧，真係好感動，因為其實今朝即係最近咧發生好多事情嘅。咁其實今朝都即係我都花咗少少時間去整理一下自己嘅心情啦。咁啊，同大家一齊去敬拜啦。咁樣其實我唔想，即係你平時見我都唔即係唔係多講嘢，但係今日好想有啲嘢同大家去即係分享咗少少。其實這個環節都是一個敬拜，就是我們不一定是就是單單唱著歌這樣，而是在這段時間裡面，因為我去了加拿大回來就是探親回來，那一路這幾個禮拜發覺就是越來越看很多事情呢是完全我們掌握不到的。很簡單，是可能這幾個禮拜有不同的弟兄姊妹就是中了 COVID， 我自己包括我自己有家人，咁亦都好多好多，無論喺敬拜隊裏面咧，好多嘅即時轉變啊！其實大家有印象咧，記得阿 Raymond 帶敬拜嗰個禮拜咧，其實係阿 Chloe 帶嘅，係啊，中咗咁樣啦嚇。咁呢個禮拜都有三位同工中咗啦，有可能有好多即係弟兄姊妹都即係中咗。咁其實喺裏面咧，好睇到係。即是我哋突然間好似失去好多嘢嘅，好似今朝我哋翻嚟咧，好欣賞我哋嘅敬拜隊咯，弟兄姊妹啦。個琴，其實你聽到琴聲啊，就唔係原本個琴嘅聲嚟嘅，因為嗰個琴突然間壞咗。即係好簡單，我覺得好多嘢係我哋真係唔能夠掌握到，但我哋唯一我哋可以掌握到，我哋可以捉住嘅咧就係神，係咪？好想咧，點解我要分享呢樣嘢咧？即係大家平時見到，即係敬拜隊好多嘅練習，亦都好多謝即係牧者咧，好多時都即係讚賞我哋，係嘛？敬拜隊好辛苦啊，好即係好落力，好願意服侍。咁其實我想今日嘅敬拜有少少唔同，就係我哋嘅心更加一齊。即係有時我哋都會翻到嚟，敬拜隊喺上面帶我哋去敬拜係咁樣。但我哋當中發生咗一啲事，可能大家唔知嘅喎。但今日我就好想同大家分享，原來我哋每一個都咁軟弱，我哋即刻咪要啲嘢唔知點樣調動，咁啊又搞唔掂，咁啊原本諗咗點樣編排，咁啊全部都冇噶啦。即係我覺得呢個好好嘅學習，即係我哋一齊。其實呢一個咁嘅今朝，可能好多甩漏，平時你哋可能唔知嘅，係咪睇唔到我哋好多甩漏？但係其實嗰啲甩漏咩啊？係我哋一齊。系咪？即系我都唔隐藏，我哋有啲甩漏嘅，我哋唔得嘅，我哋唔掂嘅。系啊，其实我哋就系咩？我哋就系一家人一齐喺度去敬拜，所以我好有感动。今日就系我哋能够去，即系你都原来知道，哇！台上台下所有嗰啲即系艰难嘅嘢，啲乜嘢，我哋都唔紧要，嗰啲唔系最重要，最重要我哋真系嚟到神嘅面前，系咪？好嘛？咁因为神话咩啊？喺我哋里边嘅比呢个世界都大。大家相唔相信？我哋平时唱本有能力成日唱噶啦，系咪？但我想今日真系我哋即系带住呢种嘅信心啊！可能你经历喺 COVID 呢段三年，我就即系咁样谂啊！哇，即系三年咯，啱啱系咪2019年嘛 ？COVID-19 咪啱啱2019年年尾开始嚟嘅，咁到依家，跟住琴日听到世卫都喺度讲紧，就系话啊，你哋大家即系世界唔好谂住啊，随时。即係你咁啊，神隨時讓一個多一個變種，我哋又唔知點嘅，係咪？所以我哋趁呢個時候，我哋真係捉緊神。唔單止我哋喺度敬拜嘅時候捉緊神，我哋整個生命都捉緊神，好嘛？我哋預備好未啊？你預備咧，同隔離嗰個講，你揾兩三個話俾佢聽。我喺我哋裏邊嘅能力比呢個世界都大，因為係耶穌啊！Yeah
盼望。我必盼望。弟兄姊妹，你相信吗？我哋嘅盼望喺耶稣度。即使咧，你觉得你好冇盼望都唔紧要，耶稣喺度。系啊。我哋一齐宣告啊！我神要在我里面立，你是神，你是更有能力。我不是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神要在我里面有，我是永不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哎、我哋让我哋带住多啲嘅信心去唱啦、啊。即使咧，你觉得你又唔好信，但唔紧要，我哋靠住主。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多谢你，耶稣。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我哋一齐宣告，我神要在我里面立，你是上帝最更有能力。我不是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神要在我里面有，我是永留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如果我们没有你真的很不妙，唯有你我们才有个真正的平安。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告诉你的心知，在你里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我宣告在我里面的，你是上帝最更有能力。我不是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是拥有万有的你。有耶稣在我里面，我却我勇敢站立。我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你是更有能力，我不是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是拥有万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好彩主，真系多谢你喺我哋里面。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和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大声有你。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大声有你。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大声有你。有主，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大声有你。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大声有你。我宣告在我里面的，你是像一切更有能力。我不输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是拥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大家相信吗？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阿门，哈利路亚。
谢你，是因为你呢，我们才能够呢，真是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我们都能够去挺直，能够起翻身，能够再有力的主，哈利路亚。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和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和得胜忧郁。有主，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和战胜仇敌。将你的惧怕都交给主。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和得胜忧郁。主圣灵再次的进到我们里面，往四周祈祷。
邀请姊妹去唱啊！系啊，让弟兄我哋真系用我哋嘅心，用我哋嘅心喺到主嘅面前啦。让我细看着你圣洁的主，让我深深注视主真理，望四周似幻影，有处恩光照我脚步，让我心思念照主心思，令我欢欣喜乐因主的爱，望四周似幻影，有处恩光照我脚步。再来啊，用弟兄去唱。有主恩光照我脚步，让我哋嘅心思，让我心思照主心思，令我欢欣喜乐因主的爱，望四周似幻影，有主恩。尽心尽意嘅嚟去敬拜主。
敬拜，齐来敬拜，荣耀之上，我心里为你会下敬拜，我哋真系冇嘢可以回报你，我哋唯有就系将我哋嘅生命单单嘅去敬拜。呢个敬拜唔系单单喺呢一个时候，喺我哋生命里边每一个时候，喺呢个弯曲悖逆嘅世代里边，喺我哋而家面对紧呢啲嘅环境嘅里边。面对着这些艰难的里面，我们仍然说主，我们敬拜你。哎呀，主，你说你在尼迦书说，你在尼迦书指示我们何为善，就是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主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就可以这样与你同行。是如果主要没你同我们同行，我们都行不到。是主要就是你那种极大的怜悯，让我们可以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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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在你的心意的里面，行在你的旨意的里面。诗篇103，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寄为他的人也何等的大。东临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爱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纪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见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很感受到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配，我们真的背身都是罪，我们时刻我们所识纪念的可能就是我们怎样得罪神，但是神告诉我们听，去纪念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而是因为他的义、怜爱和他的怜悯。主啊，我感谢你俾我哋咧，真系去知道。主啊，你爱我哋系真，单单系你嘅怜悯，因为你爱我哋，以致我哋能够去敬拜，去认识你。主啊，我感谢你，一切奉靠我主耶稣得赦免自己及阿门。系啊，主佢嘅怜悯，
从冇离开过。经文当中看到一幅图画，是一只杯，里面仿佛好像有一些东西。我问神里面的是什么呢？他就让我想起摩西的诗歌，诗篇九十篇第九第十节这样讲：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被如飞而去。是啊，看到这只杯里面所装住的东西，可能是我们一生里面所经历的东西的时候，的确是虚空。我问神，那怎么算啊？虚空，咁我哋呢一生嘅意义喺边度？神又俾我感动，睇到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至二节咁讲：主耶和华嘅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是啊，神就提醒我一样嘢，呢只杯里面装住嘅虽然系劳苦愁烦，但系你唔好忘记，你要被我嘅圣灵充满，被我嘅圣灵充满喺呢个渴慕里面，得着呢一份嘅差遣，出去传好信息俾谦卑嘅人，让被囚嘅出监牢，让悲哀嘅人得着安慰。是啊，让我们真的将我们本来是虚空的日子，让神来到充满我们，以致到我们的杯里面有的不是靠着自己，乃是靠着神，靠着圣灵的大能，圣灵的引领，去完成，去踏上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这条道路，行出上帝为我们的生命所预备所成就的事情。愿神的话语感动大家。是的，我们都花了少时间去在你自己的心里面去回应，是啊，主这些的说话。是有时我们很快脆听了，我们跟着又唱歌了，又敬拜。但我想即是我们花少少时间，花多少少时间，你真的去咀嚼，用灵的你的灵去咀嚼刚才神藉着弟兄姊妹藉着他的话语向我们说话。是啊，我们不要心急。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爱。
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人是向审判跨身，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你同在不离开，圣灵扶持我，你是我拯救。主，唯有你的怜悯，让我们仍然能够站立，仍然有盼望，即使我们几软弱，是啊，主都有你。我知道你的软弱，你用生命的大能来坚固我，这满有恩典，我寻求你仰望你的脸。让我们一起去呼求，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人世上审判跨身，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你同在不离开，圣灵扶持我，你是我拯救，我呼求，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人世上审判跨身，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你同在不离开，生命不止我，你是我拯救。你同在不离开，生命
弟兄姊妹圣经话咧，天上地下再冇赐下第二个名，我哋可以靠住得救。我哋只可以靠住耶稣嘅名，成为我哋嘅拯救。喺我哋软弱嘅时候，我哋呼求佢；喺我哋自己无助嘅时候，我哋可以倚靠佢。所以今日可唔可以让我哋再一次将我哋嘅心摆翻喺十字架，摆翻喺耶稣嗰度？可能有时我哋嘅心俾世界好多嘢牵挂住，我哋嘅生活、我哋嘅前路、我哋嘅重担、我哋嘅健康、世界嘅局势、经济嘅发展、政治嘅走势、我哋工作里边面对嘅挑战处境，但会让我哋用一两分钟喺主面前，我哋安定好唔好啊？求主啊，求你帮我将心归你，你就系我依靠。圣餐去纪念我哋耶稣。耶稣话咧，即系呢个饼好似佢嘅身体为我哋舍，个杯好似佢血要为我哋流。我哋每逢要吃呢个饼、喝呢个杯，我哋就纪念耶稣。所以今日我哋一齐嚟到主面前，我哋纪念耶稣喺你喺我哋自己嘅生命当中所作嘅奇妙嘅事情。Amen。 我哋蒙大恩去到神嘅面前。请弟兄姊妹大家留意，当你读福音书一路读到呢一段嘅时候，其实之后未完嘅。呢个系佢最后晚餐喺好前段讲嘅说话。佢喺几个福音书分别一讲完呢个圣餐嘅设立之后，佢做咗一个预言。他跟彼得说，你将会三次不认我。当时的彼得说，不会的，我一定要为你舍命。不同福音书有不同的字眼表达彼得的激情，要为你舍命，众人不认你我都不会不认你。耶稣在路加福音说，西门西门，撒旦好像西密子一样这样西你。不过这样，耶稣说我要为你祈求，你就唔知咧，冇咗信心，你回头要坚固许多嘅弟兄。所以弟兄姊妹，可能我同你都好似彼得一样好激情啊！主啊，我要侍奉你，我要爱你，我想为你做呢样做嗰样。每一个我哋都系有一颗好好嘅心，但有时环境却系我哋都好似彼得一样，就是、一有恐惧就唔认耶稣，一有恐惧软弱跌倒。但系感谢主，主系有怜悯嘅，系咩？请主耶稣的眼光，我要为你祈求，我要为你祈求。当我们如果看路加福音、看马可福音，我们以为就是这里算，但如果你看路约翰福音，耶稣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在第十三章，跟着十四、十五、十六章，耶稣语重心长说，我要求父，父就要将圣灵保惠师再赐下给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耶稣对我和你有信心呢？因为他对天父有信心，因为他要为你和我求什么圣灵，以致我们可以进入真理。我们可能不明白真理的，但环境一来，我和你都好像彼得一样会软弱，会跌倒。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回到十字架面前，拿着这个饼，拿着这个杯，提醒不单止纪念耶稣舍身十架，你都不要忘记耶稣跟彼得讲的说话，耶稣跟门徒讲的说话。 Amen。 好让我和你今天再一次将我们的心去到倚靠主。耶稣跟彼得说，我为你祈求，你不会失去了信心。我们跌倒软弱，不要失去信心，是吗？只要回到十字架面前，我相信这个是耶稣不单止对彼得说的说话，对门徒说的说话，对地利和我说的说话，是吗？好吗？当我们同工，我们预备去到分发饼和杯，我们一起低头好吗？好像保罗说，我们要省察自己，免得我们吃害了罪。如果当中我们是信耶稣的，阵间我们一起去领受这个饼这个杯。如果当中未有信主的，未有、真的成为基督徒的，这一刻都是你的机会。你阵间可以当我们饼和杯传过来的时候，你就传开去啦。但是你可以出到来前面，你可以带朋友来的时候，你带他来前面，我们为你祈祷。只要悔改认罪，让耶稣的宝血代替了你的罪，代替了我们的罪，你在永生里面有份，这个是你甘甜的福乐，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去祷告，让我们一起将我心打开。
你说主啊，我愿意省察，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即系无论我系信咗主嘅，我都要悔改；未信主嘅，更加要悔改。哈利路亚！唔要吃喝罪，唔要将我哋咧可能咧有啲过犯得罪人嘅地方，伤害别人嘅地方，再一路一路持守落去。我要去到十字架面前去悔改。将我哋祝福前面呢个饼呢个杯，送我哋今日祷告，送我哋今日话主啊，我哋喺软弱里边，但系主多谢你嘅恩典。你是配得尊荣，你配得我们一切敬拜赞美，因为你就是为我们的罪降生的位，为了我们的罪背负在十字架，钉死流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好让我和你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有永恒生命一份子的人。是啊，旧事已过，一切都要变成新。我祝福这个饼这个杯，奉耶稣的名， Amen。 麻烦我同各位分发，让敬拜队带我们唱这首诗歌好吗？当你拿到这个饼，拿到这个杯，一起开声去祷告啊，赞美啊，让这首诗歌成为你的祷告好吗？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我的脸红声音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是你才能，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感恩，我虽然是人有时，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会跌倒软弱，哎呀，你却一直多谢主耶稣，到永不放弃我，多谢你，有你自然，没错，紧紧的拥抱。我赞美你，赞美你，宝贵奇妙的爱。如果要话，举起我哋一只手同神讲啦。哈利路亚。唯有你配得，是的主，所有的赞美。阿门，阿门。一切尊卑荣耀，不错。主你的十字架。你是我尊贵，唯有你配得，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多谢你，一切尊卑荣耀，多谢你，多谢你，主你的十字架是无价之宝。多谢你做我们的罪，多谢你为我们向天父祈求圣灵，作为保卫师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有时我们都彼得，好像彼得一样，我们知道但做不到，我们想做但我们软弱的，但多谢你，你的慈爱，你为我们祈求，你对我们有信心，多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拿起这个饼，你拆开你的真理圣餐里面那个杯的第一层，你拿起这个饼，多谢耶稣，耶稣，我们呢同心在你面前拿起这个饼，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耶稣你是为我们降生，所以我们现在这一刻这个饼同当日耶稣你抹个饼的形体上不同，但主啊，在意义上你叫我们要纪念你，纪念你，就好像你的身体为我们舍，为我们擘开，为我们擘开，受鞭伤，但应许我们，因为这样我们的病要得医治。我祝福我们这里真的所有的病得医治，特别在线上，可能因为病的缘故，无论是新冠，无论是其他的疾病、流感，一些长期病患，甚至我都知道有些在病危当中癌症，哎呀，真的医生都说无能为力，我奉耶稣的名，是啊，因着你的鞭伤，主，我们应支取你的应许，我们呼求你的怜悯，临在我们患病的家人，患病的弟兄姊妹身上，
主啊，唔单止身体嘅病，有啲可能系情绪嘅病。主啊，无论种种嘅疾病，我哋求主你怜悯，要医治临在，要恩典临在，并且奉耶稣嘅名，我哋将呢个病擘开，弟兄，我擘开呢个病，就好似耶稣将佢擘开一样。耶稣将呢个病擘开，分发俾门徒，每一个门徒都系喺同一块饼里面攞一份，代表我哋喺耶稣里面都有一份。我哋每个都属耶稣，我哋彼此亦都相属于我哋弟兄姊妹，我哋都系主身体嘅一部分。主啊，求你帮助我哋要彼此相爱，因为耶稣你顾念门徒嘅关系，你都祝福佢哋彼此相爱。所以今日我哋喺你面前领受呢个饼，唔单止纪念耶稣呢个身体为我哋舍，我哋相信应许成就，仲有主啊，祝福我哋呢度每一个弟兄姊妹嘅关系彼此相爱，以至到我哋荣耀你，可以咧俾人认出我哋系你嘅门徒。我哋一齐同心领受呢个饼，好吗？之后耶稣亦都拿起杯嚟，好让我哋而家都预备啊！耶稣话呢个即系杯里边嘅葡萄汁或者叫葡萄酒啦，就好似佢嘅血为我哋流一样。所以我哋多谢耶稣，我哋呢度每一个都系蒙恩典的罪人，我哋本来都系有罪。无论我哋生活或者各方面，有啲可能丰富啲，有啲可能艰难啲，但系其实我哋都系罪人。喺地上可能之前过住唔同嘅生活，但如果我哋冇耶稣，我哋人生结局之后，佢只有去到同样嘅糟糕嘅地方。但系因为耶稣你嘅拯救，我哋唔需要跌落阴间地狱，我哋可以有永恒嘅祝福喺乐园喺天堂里边，我哋有份。所以主啊，多谢你帮助我哋啊！虽然信耶稣，我哋依然有时候软弱跌倒，但每一次我哋都有一个出路，就是十字架，悔改认罪。所以今日我哋再一次攞起呢个杯，纪念耶稣你为我哋所做嘅。所以因此我哋要敬拜你，你配得我哋一切敬拜，因为主啊，你就系咁样拯救咗我哋，你配得万人去敬拜，万口去赞美你，因为你嘅宝贵嘅奇妙救恩确实系难以言喻。所以主，我哋按照你嘅教训，我哋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你，所以而家我哋同心合意，带住敬畏嘅心，一齐领受呢个杯，奉耶稣基督得胜嘅名 ，Amen。唯有你配得，哈利路亚。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齐敬拜我哋神啦。一切尊贵荣耀，赐你的施加。就呢个十字架，多谢耶稣，多谢你，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施加。唯有主你配得，多谢你就系嗰位唔按我哋嘅过犯嚟到待我哋，唔按我哋嘅罪孽嚟到报应我哋嗰位。多谢你嘅怜悯同埋恩典，系恩典喺我哋生命嘅里面栽种我哋成为公义。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赞美荣耀，主你的施加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你是我尊贵的主。你是我
上帝来到报应我们，且以慈悲仁爱为我们的冠冕。 Amen Amen， 我们是祂所栽种的公义树，为了让父得着荣耀。 Amen Hallelujah。